杜启强和安欣的顶级拉扯，叫什么呀？叫陈淑婷，这名字好像没听过。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，还会做多久呀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可以问他呀。已经有人在问了。唐小虎回来了吗？没呢。那到底去哪儿了？那我不知道。他们来找唐小荣那天，刚好我就在他家，就是劝他哥去报警，结果他不愿意去。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，生死未卜，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，既不报案也不紧张，你说为什么？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吗？放心，唐小龙也有人在问。你真不念的学？就是电视上看的。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？我都不知道在哪。小龙，别吵了，他确实是西南人，而且他还走了一通话。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。云中，给我试试碗面吧。刚才我弄错了，不是陶西强。